少儿知天下，天天八分钟，少儿知天下，乘坐森林大巴车，我们出发啦！本节目由人本智慧凤凰 FM 出品，环球网审核监制。匹诺曹长鼻子，动物也撒谎，撒谎动机，撒谎危害。813事变是今天的动力能源哦。前方到站，生活馆。小朋友，你说过谎吗？童话故事里的匹诺曹会在说谎后鼻子变长，现实生活中人们总说谎话说多了会遭到报应，这是真的吗？研究表明真的会哦。我们在童年最基本的教育之一就是做一名诚实的孩子，不要对他人撒谎，只不过几乎没有人可以真正做到这一点。马萨诸塞州大学的心理学家罗伯特·费尔德曼曾经在2002年进行过一项关于谎言的研究，在特定的实验场景和以十分钟限时的交谈内容设计下，有 60% 的参与者在与对方交谈时会至少说一次谎话。而在另一项针对大众撒谎频率的调研中发现，普通人每天大约要撒谎四次，一年说谎的平均值大约在1460次。当然，这些数据因为受到了年龄、性别、社会层级、文化差异等等因素的影响，略显笼统，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是撒谎精，但它也确实展现出了一个生活中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其实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诚实。人们日常撒谎的动机究竟有哪些呢？撒谎的倾向在人类的进化史中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其实不止人类，一位灵长类动物学家通过观察一只黑猩猩，惊奇地发现它会在自己同类的面前故意一瘸一拐地走路，博取对方的同情，从而在竞争食物中占尽先机。而对于人类而言，早在2岁到5岁之间，我们就已经掌握这种欺诈技巧，用于得到急需的生存资源和获得父母无微不至的关怀，它被视为我们认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当然，谎言也分为许多种，而它的分类取决于撒谎者说谎的动机。有些动机微不足道，有的属于善意为之，但有的却具有带来毁灭性后果的能力。在一项2022年的研究中，实验人员从157名平均年龄为40岁的参与者中收集了一份关于说谎动机的调查问卷，其中就展示了人们说谎的主要动机来源，包括避免负面评价、避免惩罚、自我表现、获得奖励、强迫性说谎、粗心大意的口误、喜爱欺骗、保持个人神秘感、保护性谎言、讨他人喜欢、保护他人。那经常说谎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吗？答案也许会让你惊讶。的确，经常说谎确实会对健康造成负面的影响。人类作为群居动物，我们个人的声誉在群体中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大多数人为了保持一个值得信赖和正直的形象，甚至不惜付出一切的代价。然而，在生活中，我们又有着许多需要用谎言去应对的人与事，这就造成了一种心理矛盾的出现。每个人都知道，说谎被揭穿会对自身的名誉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所以在说谎时，普通人会处于一种高度警觉状态。这种压力会随着谎言的重要程度而增加，它会改变我们当下的生理反应，例如出汗呀、口干呀、声音颤抖呀、呼吸和心率加快等等。在大脑成像研究中，科学家发现，人们之所以会产生以上的这些生理反应与焦虑等情绪反应，并不是因为我们受到了良心的谴责，而是因为说谎激活了大脑的边缘系统。这个区域在压力下会触发战斗或逃跑反应，当人们在说实话时，大脑的边缘系统活动则处于最小状态。所以，多讲实话会让我们感到放松自在，而说谎话会让我们的大脑倍感压力哦。这种在说谎后出现的忐忑不安的感受，也就是我们俗话中经常提到的，来自良心的谴责呢。根据2015年的一篇研究发现，经常说谎会对心血管造成额外的负担，包括高血压、心率加快、血管收缩和血液中的应激激素升高等。此外，说谎也会增加患癌症、肥胖、焦虑、抑郁、
工作满意度低以及人际关系变差的风险哦。此外，爱说谎的人更容易陷入生活的漩涡。2016年发表在《自然神经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当我们的大脑慢慢适应了欺骗的行为，养成了说谎的习惯以后，之前提到的这些生理与心理方面的影响就会慢慢的减弱。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脸不红心不跳也能满嘴谎言了。不过请不要高兴得太早，有专家在研究发现，平日中越是喜欢隐瞒且谎话连篇的人，就越容易落入社会中的一些骗局之中无法自拔，例如电信诈骗和传销等。他们也更倾向于参与到那些可能使自身陷入绝境的活动中，例如赌博啦、抢劫啦等犯罪行为。事实上，绝大多数人说谎的技巧是非常糟糕的。那些尴尬的肢体语言、不自然的微笑、扭曲的面部表情、经不住推敲的思维逻辑，无时无刻不在向外界展示着说谎者内心中的不安与慌乱。这样的人群很难拥有推心置腹的朋友，也更难从日常交流中获取社交所带来的正向能量，因为他们总会思考一个问题：对面的这个人是不是也没有和我说实话呢？一个谎言需要用100个谎言去弥补，一段美满的木偶奇遇记需要一名诚实的匹诺曹去完成。所以在日常生活中，请尽量以诚待人，这不仅是在保护那些我们身边的所爱之人，更是帮助自身摆脱来自大脑边缘系统良心所带来困扰的最好的方法哦。历史上的今天，1937年的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发动813事变。事件起因是8月9日，驻上海日军一中尉率一士兵不顾中国卫兵的劝阻，乘军用汽车企图冲入虹桥中国军用机场进行挑衅。机场的中国守军忍无可忍，开枪将日军官兵两人击毙。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市长于鸿钧给予日方交涉，表示希望以外交方式解决。日本政府一方面派员与中国政府谈判麻痹中国，一方面则加紧制定作战方案，向上海增派军队。日军准备就绪后，8月13日即以上述事件为借口，向上海中国驻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在张治中等将军的率领下，在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奋力抵抗，开始了淞沪抗战。今天的天下之旅就到这里啦，你也可以把新鲜事儿分享给小伙伴和家人。如果你对某件事情感兴趣或者有疑问，可以关注公众号熊猫天天讲故事进行留言，我们会回复你哦。我们明天再见呀。